Hello，大家。啊，你好，谁哟？啊，你好，谁哟？哟哟哟哟哟。要做什么呢？今天？要做什么好呢？聊聊最近的校园场，可以啊。哎，你还谁哟？可是其实校园场，哎，好像可以讲一阵子也好，好。那我来放个歌，然后来讲校园场。放什么好呢？嗨，嗨。那来讲校唱，校唱嘛是一种呢，就是很高兴受到了元培科大 and 建国科大的邀请，然后让我们樱花组可以去这两间学校表演，然后一种呢就是。这两天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在坐车，超好笑。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还可以看到我们的粉丝，我真是吓坏了。然后来讲一下，我先从元培开始回忆好了。叔叔，谢谢叔叔，我也觉得我昨天很可爱，谢谢叔叔。我觉得我昨天有妆100分，超过100分，但我今天就是没有化妆，我现在超素超好笑。我今天连底妆都没上。超素，你们应该看出来，这个素到一个爆炸。然后呢，就是去元培嘛，元培就是去新竹，然后我们一路上就是在睡觉，就一直睡觉。然后就是其实我，就是我从瑞赛公演之后，就是突然就感冒了，然后就是已经病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肠胃炎还是怎样，然后。现在这样还超素，可是嘴巴很红的时候，就是有涂口红啊，反正就是有涂口红，大家就会觉得我化妆，所以我就涂了口红，聪明吧？然后呢，就是去了新竹，然后一路上在睡觉，然后因为我刚好就是有点肠胃炎，可是我来不及看医生，然后就先赶去表演这样。然后我那天其实超级无敌没力气的，就是我那天唱歌就是。对啊，我是感冒上阵，然后就是我就几乎都没有唱，就没有力气唱歌这样。就是新竹那一场，然后那一场原本想说就是因为下唱嘛，然后我想说就是不要扮星星，感觉同学会被吓到，然后我就是只有飞来飞去的，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是凡凡姐抓到，她就在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跟我。就讲说，听说有只星星是不是？然后我说哇，完蛋了，竟然被 Q 了，还可以叫学生喊起来，当然可以呀、啊。私の仕事やから。然后我那天就是也没有扮星星，那天就是只是很有元气的跑来跑去而已，就被粉凡姐抓到了啊，呀喂！然后凡凡姐就讲说，那她要不要来星星一下？然后元培那天其实就是来看的人其实很少，就是礼堂大概1/5而已吧。可是也跟我想象中差不多，因为我也是待过大学4年，大概知道大学舞会是什么一个状况。哦，好痛，我中到了。然后就是我知道这种大学舞会本来就不太会有人去参与，所以就是。我也是意料之中，然后结果
我就想说，好吧，那我问一下台下好了，你们真的想看星星吗？他们就这样很热烈的回说想看，然后我问说你们认真的吗？他们这样很热烈的回我说认真，然后就超傻眼，超傻眼，超傻眼，好吧，然后我就还是星星了，耶，躲不过。然后因为原本还是我的人第一次笑场，其实我超紧张，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很紧张。然后我们跳的时候就是还蛮紧张，就是比平常都还要僵硬吧，我觉得。对，就是比平常还要再僵硬一点。但台下反应真的很热烈，很开心耶。然后我海报真的是丢得超大力，有个好笑。不是啊，就是还有看到自己认识的粉丝，我就觉得很傻眼。就是见送的时候，然后我吓到，我天啊，就是我们车都差点开错的地方了。然后你们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超强耶。但是必须要说，就是他们那边真的是蛮照顾我们，就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在艺人保护上是做的蛮好的。第一次笑场很开心，这样。然后隔天我们是下彰化，然后后来我就有去看医生，就是去彰化那天早上，就昨天啦。昨天早上我先去看医生，然后吃了药之后有好一点。Google 导航带我进深山，连路灯都没有，超可怕。听说见送当好当慢，对啊，司机大哥不是有指路吗？爆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可质疑你的粉丝之力，真的很扯哎，你们真的很扯哎。现在听声音应该好多吧？哦，不是，我感冒是肠胃型感冒，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就是比较虚弱一点这样。就是人比较虚弱一点，这样。然后食欲也没有平常那么好，就吃比较少。这几天有点大暴瘦，就是我去原培那天有个比较特别点，就是因为我已经就是肠胃不舒服很多天，然后也几乎没吃什么东西。然后结果我这样跳完第一首，才跳完第一首无吼耶，然后我就进去用撑裙了，因为我就是衣服太松，整个滑掉。我很庆幸我周三没冲，周三那个真的是超级无敌深山耶，一直跑厕所那种，也没有到一直跑厕所，可是我没有办法睡觉，就是我胃痛，就是胃胀气、胃痛这样。然后就没有吃东西，所以也不会跑厕所，因为我根本没吃东西，啥都吃不了。这烦恼这辈子没有过，我快笑死。Hello， 蓝品君。然后呢，就是对肠胃型对体力影响很大，我也觉得，感觉是肠胃炎，没有到肠胃炎那么严重，因为肠胃炎就是肠子也会有问题，但我胃的状况比较多一点，然后就是有吃胃药这样。其实我现在也是蛮不舒服，就是我胃还是会一直搅动的，我胃一直在搅动，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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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晚上睡觉不很平躺，还是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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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胀超痛的。看我不感觉还好，还是有精神。仕事やから。我带个啥？不会画宝丽龙球怎么办？你就画两坨红红的就好了，不要这样。哎，然后呢？然后原盆那场其实很开心，就是虽然观众就是还蛮少，可是真的大家都很热烈，比我想象中还热烈太多了，所以很开心。然后再来就是建国吧，就是昨天我们去建国，然后。下彰化真的是非常长的一段路程，然后我们很早就出发了，就一直塞车，一直塞车。然
然后我们一开始还有在玩，就是我们还有在玩那个你画我猜，我们就开始玩你画我猜，然后超吵的，就是明明前一天只是去新竹而已，然后六个人睡死，结果隔天到彰化那么远的地方，结果我们都在玩，超好笑，超傻眼。然后我们就一直在玩，一直玩，然后玩到最后，然后突然觉得不想让你睡，就跟雷元星说，他们好活力，我玩到好想睡。我要睡觉，晚安，然后就退出，然后就开睡。然后后来都是我们前面三个在睡，就是我们车是三个，然后三个人一排，然后我们那一排是我跟林星跟小三美玲，然后我们三个就在睡觉。然后后面三个不知道怎么特别有精神，他们几乎都没有在睡觉，他们都在玩呢，很夸张。然后回家的时候也是，回家他们从头到尾都在看电影，然后都蛮大声，然后还有聊天什么的。然后我们前面三个就是从头睡到从彰化睡回台北的状态，我们就是很和平的一直睡觉。他们三个真的很有精神，我不知道他们精神哪里来的，笑死！比较年轻的关系吗？没有啊，你看美玲也很年轻啊。因为也不是那个蕾姐也是蛮年轻的啊，她也多会睡，我们三个超会睡，感觉昨天那个组合很欢乐，超欢乐，他们超欢乐的。然后我们在后台也有拍抖音啊，然后昨天还真的是体验是蛮好的，就是虽然说台下的学生就是相对于前一天那个原培的学生来讲是害羞很多。可是整体体感也是很好，就是大家都蛮捧场的，还愿意拿那个荧光棒挥的，还蛮开心的啊。就是你知道我大学四年每次去舞会，大家都是一脸死鱼眼，你知道吗？就大家都死鱼眼。虽然是自主性参加，可是有去的大家也都是蛮死鱼眼的，就是当过大学生都会知道那个大学生就是那个死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没什么。林一台发表对阿潘的道歉记者会，什么东西？小晴，为什么哈？什么对阿潘的道歉记者会怎样？通常不认识的团体都死语言，对啊。台下有听到自己的名字吗？是没有啦。里面就你最老怎样？我就老怎样？什么道歉记者会？我很好奇、欸。然后呢，就是。然后我们中间有去休息站，然后就吃东西，开心。结果我们都没有带伴手礼，然后我们就是回去的时候，那边校方也有提供便当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是看电影太大声，感觉吵到你，是没有啦，是也没有吵到我，因为我睡得很熟，笑死。我睡得蛮熟的、欸、他没有吵到我啊，我睡超熟的。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台北市了，已经快到公司了，超好笑。彰化伴手礼不是什么肉圆，不是我们的彰化伴手礼，是便当。我们回去才吃，就是前一天原培也有帮我们准备便当，然后可是我们就是也是回公司才吃，就是我们那当下还没有肚子饿，所以我们就是都统一带回公司吃这样，所以我们带回去就是从彰化带回来的便当。你睡太熟，我睡超熟，道歉记者会白开了啦，我一直在睡觉。他买哪间？哎、欸，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注意。太累的时候再大声都睡得着，我睡的是真的蛮熟的，因为我中间都没有醒来。而且如果我真的觉得吵的话，我应该是会戴耳机，所以不用担心啦。我们就结束之后就回公司啦。然后后来好像谁吃了我们的便当吧，我就想说哦，没关系，拿去，这是我们买的伴手礼，哈哈。队长都跑超快，几乎结束就跑走那个。哎，不是啊，你们真的很浮夸，就是为什么彰化这么远还可以来，太厉害了吧？
你要怎么去啊？你们坐了多少车才到的？啊，可是我觉得凡凡姐真的是很辛苦，就是我们去每一场，然后真的都是凡凡姐，她就是每一天都这样子主持，而且她主持是那种就是很有活力啊，然后也是做足了很多准备，就是感觉她对我们是非常了解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还就是凡凡姐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主持人这样。我住附近啦，真的假的？叔叔，你住附近？我外婆家就在彰化，真的、哦。骑车也能到，坐车也能到，想去什么都难不倒。你们真的很浮夸哎！就是我昨天想说，奇怪，为什么台下会有闪亮闪亮的牌子？然后转过去还有布丁，然后想说，我呢？没有阿潘吗？然后就远远一看，有阿潘散，我超傻眼。我家到建国只要十分钟吧，最好是啦，环环，你最好是住那儿。真的、啊，我骑摩托车去的、啊，笑死！所以其实叔叔最方便那个。我想为什么会有闪亮闪亮的牌子，而且还有出现，还有出现那个照相机。然后我想说，哎、欸，奇怪，怎么会有相机？想说奇怪是有间谍吗？就没有越看越熟悉，这些脸越看越熟悉，到时候还出现一个跟我要海报那个谁大橘是不是？他还好意思跟我要海报，还超好笑的。结果我要丢给他，然后我一个手滑就丢歪了，哈哈哈。没人带香菜吗？没吧。好怀真的、啊，好怀是真的住那边哦，所以我真的是路过。怀怀住台中哪里都，我大学读建国隔壁啊，真的、哦，我一个手滑就丢歪了，哎、欸，很浮夸、欸，我还想说这不是，我就是我以为是没有对外开放，原来是有对外开放的吗？而且我还想说，你们应该会在外面见送吧，结果没有，你们为什么被关在里面了？我快笑死。然后外面见送的还是另外一群人，超夸张哎、欸，两群人。他在市区飙机车，超可怕。Oh my god， 怀怀飙仔，我控球能力低下，对不起。哎，你们还记得我控球能力低下这件事情吗？请去看我的 IG 的某一篇影片，去回想一下这件事情。请大家去回想一下阿帆控球能力低下这件事情，我只有打极好哦，丢得远跟控球能力是没有关系的。我想知道怎么进去，你们他什么意思？没有对外，是认识有公关票，太厉害了吧！不能进去就在外面送了，哪里都得，很夸张啊！哦，可是。昨天林果帮我拍的那张照片真的是神仙美耶，谢谢林果。求懒人包贴文，笑死！出外靠朋友，看你打 report 我都觉得我该打一下，是不是该检讨了？各位，还没打 report 都该检讨了。你小偶像都打出来了，你还没打出来，好意思啊？我现在在把我手上那个剩余一点点的那个指甲油扣掉，我等下想来贴那个指甲贴片，虽然我有段时间没有贴了，我都想跟林果要照片了，他这个拍的超漂亮啊，这张超赞，当场看到惊艳。不是啊，对啊，就是你知道阿帆平常跳舞的时候都是那个面目狰狞啊，就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被拍到这么漂亮的照片。每次请姐姐帮我拍，然后我看到就是对，就是都是我面目狰狞那样子。我们要打市场啊，累啊，是不会先打沙库啦，算了啦，不打就不要找借口了，麦都够啊，懒得跟你争论。我原本以为你在剥柚子，没有在剥柚子。或是什么冰车啊，冰车就算了。我最近对刘海越来越不在乎了。你有看到偶包吗？大家有没有去看新一集的偶包？今天晚上才首播而已，还没看的现在给我打开 YouTube， 边看我的直播边看偶包哦。那张马尾飞的就像真的马尾一样，不是它就是马尾好吗？亲爱的，
喽，周里恩。今天的话，会员花絮就很好看啊！啊，今天的花絮啊啊，你说的那两张是吗？大家看了吗？那个会员花絮，其实我觉得会员花絮蛮好看的。谢谢姐姐，姐姐一定修图修了一辈子，才把我修的这么美。她一定修了一辈子。刘海开掉，刘海算啦，真的刘海算了。我现在对刘海越来越没有执着，你知道吗？就随便啦。跳过 reset 公演之后，真的觉得刘海什么就无所谓。那两张很红，你说很红是全身穿的很红还是怎样？小编姐姐为什么要偷一家的笑话？什么？她偷什么一家的笑话？大家不用担心，阿潘虽然肠胃型感冒，但我喝的是番茄，很健康。修一辈子是修仙你。牛角面包超人，我是牛手面包超人，好吧？牛角面包超人。现在是超多人会讲，好不好？现在大家都是叫我牛角面包超人。我跟你们讲，我最近称号越来越多，这也是我的小，真的是小烦恼。就是我现在有时候会被叫牛角面包超人，然后有时候叫我牛角面包超人，然后有的人叫我阿潘，然后有的人叫我姐姐，然后有的人会叫我周星星，然后有的人叫我周阿星，然后有的人会叫我拳王。我称号越来越多了。Hello， 很红。起码现在没有人叫你香菜，可喜可贺。哎，对，现在真的没什么人叫我香菜，因为还会有人叫我保姆，像是那个郑布丁，还有郑布丁。周阿潘，但会有人叫我姐姐，就是闹我这样。因为我年纪啊，小佳玉倒是没有人在喊，香菜快被遗忘了。对啊，我快要顺利的脱离这个称号了，本名快要消失在宇宙洪流之中了。对啊，我都快要忘记自己叫什么名字了。那我可以叫你奇遇老师吗？不行，我告诉你，真的很多人以为我是一拳超人，你才一拳超人，全家一拳超人。还有那个工作人问我说，你现在是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变成光头？然后为什么是光头？山本潘，但你今天这衣服色泽真的蛮像常态色，现在是穿 Saturday 吧，因为明天练舞要穿这件。我今天没有出门，我就是只是穿来直播，然后穿一穿，然后明天再拿来穿这样。这假发哪边买的？很像整发，最好是，陈浩真的染的对啊。真的只剩露比午茶，小编还记得我叫佳玉。如果阿潘变一拳超人，我自愿当杰诺斯来啊。不过我当时在山顶看还好，现在看照片，你脸上那两颗有点粗糙哎。是啊，那两颗是那个，我可以现在拿给你们看，笑死！原来那天是 cos 秃，不是秃头，什么秃头？我露比那天真的是肤况超好，我觉得那天妆也是化得很好。我就是保利龙球啊，我拆解给你们看啊，就是保利龙球吧。反正就之后也不会用刀拆给你们看，就是它就是一个保利龙球，然后被我削的超级的薄，因为它原本超大一颗，然后超凸，然后我觉得不好看，然后就把它削超薄。然后上面是那个，上面这个是就是金葱的，
金葱的那个泡棉胶，然后其实没有很黏。然后你们也知道，就是棉这种球状的话，就是这边都要剪很多须须。其实它一开始就是刚粘好的时候还蛮精致，就是大概在猜拳大赛前一个礼拜我就弄好了。可是就它当天，因为我脸上有汗，然后就它各种胶就变得超不粘。然后这边是用泡棉胶跟双面胶补强，就是泡棉胶我怕跳我会掉，所以我就请别人再借我那个双面胶。所以我当天其实双面胶粘在脸上，你看这里还有留腮红耶，超好笑，还有当天的腮红。我那天就这样贴上去，我以为涂红的，不是涂红，它是那个泡棉胶，就是自己制作的这样，两颗。不是被婆伴的宝贝球才不是。什么半流水席红碗？你才半流水席，原来是这样。原本有做第三颗，就是想要粘鼻子，但因为发现这样子，就是如果连鼻子都粘了看，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是谁，就算了。还以为是一开始是涂红的，不是。我原本想说要不要直接买红的保龄球，但我买不到，所以就找自己手做。辛苦一波，太大了吧？对啊，可是小的看起来就是很像肿瘤，虽然大的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但贴这个是麻油的 idea， 就是感谢麻油给了我一个史上最好笑的 idea。粘鼻子要小颗一点，不行啊，就是三颗一定要一样大才还原啊。Hello, Black Bito。你应该给你的，他刚好鹿耳朵可以当驯鹿，笑死！我还跟爵说，我说爵，你那个头上那个合同的盖子直接给我，我就变真的番茄嘞。突然出来手摇，其实青春痘啊，潘海青春没有，不好意思，我不青春，我不会长痘痘，我皮肤很好，害我。害我那天以为你前一晚吃完流水席，刚好拿来低成本扣，笑死！啊，等一下，啊，等一下，议员现在密我，可是我现在在直播，我怎么办？他问我有没有练习的影片，可是我练习的影片在手机里面，好尴尬。哦，照顾他进去邮局，笑死！我听完阿潘念完我打的，他离开已经跳出来十什么东西？那是不是怪怪的？没有没有，我刚跳出去传影片给议员。好了吧，不知道，刚刚议员跟我说谢谢影片，应该是好了吧，他应该不知道我在直播啦。
所以你有吃饼干吗？我刚刚没有吃饼干，我没有吃，我很乖，我就一直坐在这里的，我很乖。没办法，不是啊，就明天就要练习了啊！我下播都很晚，我如果现在没有传给他的话，他搞不好等一下就睡觉了。我们练习都很早啊，可是你刚刚偷吃坏，下次要传影片可以等等。可是没办法，我的影片就是放在手机里，我电脑里面就没有那支影片哈。而且我们这种练舞影片又不能随便丢云端，它就是不公开的东西啊。而且我传到云端不是一样要花很多时间吗？突发状况嘛，别那么凶嘛，错。我没有去做其他事。我就没有办法看手机咩，我就把机咩，不然想怎样？对啊，我有唱歌啊。我最喜欢你刚刚去吃个饼干，早知道我就去吃饼干了。下次记得先传，没有啊，就不是啊，就算了，没事，不跟你们讲，不讲了，随便啦。看我小偶像香，we'll be right back.
么感想？就是香。学起来没有那么厉害啦。前几天我看到练滚在教那个这次的副歌，我的天哪，好想学哦！谢谢麦婷送的真情告白。以后 report 可能也只剩香了，棒，香。天哪，我真的觉得我快要推 K 狗了，怎么办？好可怕哦！我快要被香推了，怎么这样？这游玩太香了。我最近看。俊吉跟我们 Langun 去上了那个一个叫 Tokyo， Tokyo 就是一个汉字写成解亡，就是在密室逃脱的一个节目。然后我发现我有些日文的解谜开始有办法解了，我觉得还蛮开心的。然后呢，我觉得我们 Langun 真的是超级无敌聪明，我的天哪！然后最近 JO1 House 就是他们的团综，然后最近就是一个叫做佐藤景湖的先生，佐藤先生最近非常之火药，就是很，他真的是搞笑，他就是个表情包，然后不管做什么都还蛮擅长的，真的是觉得该推了该推了，加上那个二头肌，该推了该推了。该推了怎么办？绿色小人招牌那个已经是很多年前的节目，那个应该已经停了吧？那个叫 Battle， 那个节目叫 Battle。总之我觉得我快变香推了，糟了！而且我最近觉得他歌迷越来越可，就是越看越可爱，好烦哦。该推了 ，Oh my god！ 俊吉是很帅，可是不知道什么，就是没有很想推他，不知道什么。忘记对嘴 K 歌。可以呢，然后值得开心一件事就是我们的 JO1 即将要冠名节目了，康布里番組だ，やばい，嬉しい，めっちゃ嬉しい。竟然要出康布里番組，超开心，冠名节目，开心耶，地上坡的，我的天哪！最近推偶像之路非常之顺遂，开心。而且 UV 也要出道了，开心。我这样听起来像弟弟耶，我现在推几个我想想看啊、哦、，JO1 嘛 ，JO1 我就是 JO1 目前最推就是 Langun， 然后一直有在关注的就是 Sky。然后最近真的是有点被 Kigo 吊到，真的是 Kigo 有点太帅，好，感觉最近快要整腿了。然后系列团的话，像 OVE 就是只推一个本田康佑耶，宏达 Kosuke 真的很帅，我的天。然后还有一团是那个 Orbit Union， 可是他们就还没出道。然后啊，那团我也推很多耶，推金姐啊，就是那个金希天，韩国人。然后
还有那个哦，安藤成名哦，安朵，安朵上，安朵也很帅。为什么不推俊基？俊基其实很，我不知道哎，其实俊基应该要是我会推的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被打到，就是不会觉得有俊基在的节目我一定要看的那种感觉。可能我还是很吃表演吧，虽然俊基是唱歌非常之稳，就是 powerful voice，他是 JO1 的 Powerful Boys， 可是，可能我还是喜欢看像 Mango 那样很利落的舞蹈吧，因为像 Sky 也是，虽然以前是没有跳过舞，可是他现在跳舞也是很干净利落，然后 Keigo 也是那种跳舞很利落的人，就是我喜欢一种舞风，同一种舞风吧，我觉得。很喜欢妈妹哈啦，就是豆圆妈妹，很多人喜欢妈妹，可是我就觉得还好，就是妈妹的舞风我真的还好。妈妹的舞风是就是很明显就是跳过街舞的人的那种舞风吧，就没有特别喜欢那种舞风，喜欢那种干净利落的舞。好，来听一下五百五百。五八五八，我要看 MV， 香。Hello， 阿柔，推了都推了，我才不会说我日文艺名就是 Jungi， 真的假的？我快笑死！结果你也叫 Jungi， 笑死！我以为你是真的知道 JO1 的阿贵，我以为你真的知道。原来只是巧合。我喜欢那种有反差萌的，我发现，我知道，我喜欢有反差萌的人，就是像那个共通点吧，就是像 Langen 啊 ，Langen 他就是他跳舞很强，唱歌也蛮好的。然后就是叫他做什么，他其实都好像都蛮 OK， 就是全能型偶像。可是有一次就他们办小型运动会，然后就他超废，他整个就是倒数，他直接就是最废的那个，然后跑步也跑超慢，我觉得他超可爱，就是这个反差萌。然后加上他讲话就是，他讲话声音就是奶奶的，然后个性也蛮可爱，就是。你以为他很厉害，然后他可能会因为自己做不好而哭什么，可是他不会在镜头上显现出来，可是他只要他的伙伴一表现好，他就会开始哭，而且哭的表情超丑，我觉得超好笑，觉得超好笑。对，我很喜欢卡西连根，然后像 Sky 也是，像那个金城碧海 Sky 先生 ，Sky 他也是他很高，然后他的称号是 Poker Face。就是扑克脸，因为他就是都死板着一张脸，就然后看起来就是很操劳，但其实他很年轻，他是里面倒数第二年轻的，不是，第二年轻的，不是倒数第二年轻，那样就是老了，我说就是第二年轻的，对，这是 Sky， 然后 Sky 就是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会，但他运动就突然超强，就突然什么项目都很强，他都 get 点点，他都不讲话。然后就突然叫他跑步，然后他就默默拿了第一名，他真的超强，就是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然后每次都问他说：“你很紧张吗？”“不会啊，你扑克脸，你怎么会紧张？”然后他就会回你说：“不，我很紧张。”就是直接语汇力低下，超可爱的。我的心头贴假熊爸，真的假的？什么假熊爸？谢谢人品君 ，Oh my god， 好可爱，阿里加多。
安邦邦的。然后 Kigo 吗 ？Kigo 是就是他的称号是那个就是 JO1的时尚教主，然后他很高，然后看起来很帅，就是眼看就是个韩系帅哥，但他其实超级无敌爱搞笑，然后满满的表情包，然后又很自恋，反正就是跟外表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然后隔壁团就是 OVE 我推的那个。本田康佑也是各种反差萌，就是各种反差萌，就是比我大两岁，然后原本以为他个性就是那种很可靠啊，他是队长，然后他也很会跳舞，然后唱歌也算是不错，然后就是很照顾周边的人，可是他有时候就是他个性超可爱的，像他其实就被大家说，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男人味的人。就我之前被人家爆料说他每一天都会拿那个小脸按摩器，然后在那边按摩自己的脸，然后他就会默默说一句，可是我觉得我脸很大，就是超级无敌委屈，超可爱的。刚下到查了一下，刚好是建吉，那个建吉很聪明哎，好像说是算是高学历吧，但我真的是对日本的学校不熟，就是说是什么同志社大学是吗？很常他上节目的时候都会被拿出来讲，好像原本拿到了一家很大公司的内定吧，可是我对建吉就是一直都蛮无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跟比赛期也有关系吧，就是他比赛期很长，飙高音的时候会有点小鼻塞，就是也不能说他实力不好，他真的很努力，然后也长得蛮好看的，就是各项条件其实很好，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办法推。听过的日本大学名称应该都是有名的啦，但这间我没有听过，但就是好像是很厉害的学校这样。可是通常会被特别在电视上拿出来讲，应该就是超级无敌厉害的学校吧。最喜欢的就是 Blackout 这首歌，可是就是哦，一堆遗珠，还好最后都出道了，这些人全部都出道了，超开心的。京都前五 ，Oh my god！我知道他是关西人，所以他这就是 Oh my god！高材生呢 ，Oh my god，Junki！我这样子叫 Junki， 然后阿圭就以为我在叫他 ，Hi Junki， 还是我以后叫你 Junki， 他好像不错哎，就只有我可以叫你 Junki， 耶 ，Junki，Junki 哥，这样会不会大家就下播之后马上就取个新的日文名字这样 ，Junki 哥。这样感觉像同学 classmate 对不对？伊娜，从今天起我的日文名字就是 Junki， 你也是 Junki 是吗？不行，不要硬要撞名字 ，Junki 哥。不觉得这样是我，然后就是名字后面，然后加一个梗，就是感觉就是很萌啊，就萌萌的这样，萌萌哒。不要叫我赐名，我不会取日本名字，日本名字也太难取了吧。不要叫我取名字，我不会取名字。我叫得出来就厉害了，还叫我取名字，太困难了吧。
阿佩只是忘了今天有放下楼包，我有记得这件事啊，怎么了吗？我刚开台的时候就叫他，就叫大家先去看一次。Oh my god， 什么东西？哎，萨杜 K 五 B S B S A B C G， 哎，本当？ナオミとトロ。哦，やばいやばいやばい。看到什么？ K 五くん。ケイゴくん、他好原本就有日文名称，你说这个吗？阿达阿达夫阿达夫阿达夫くん、そうですか。星の層星の層じゃねえよ、おめえ。这一晚的歌算好听的，我也觉得，就是还蛮好听的。诶 ，K 哥哥 ，K 哥哥真的很高哎，哈哈，我看到很好笑，很好笑的片段。K 哥哥，我对最近对爱之人非常有好感，我觉得爱之人都很好笑，爱之人都怪怪的。今天的佐藤景虎也吃药了，我的天哪！等一下，我的天哪，什么东西？再一次。何やってんの？等一下，就是我最近看的偶像团呢、啊，只要是爱之出身的，就是都怪怪的，感觉都怪怪的。何やってんの？哈哈，哦，好笑。然后最近很多很多粉丝会把那个。会把他们搞笑的片段都剪出来，然后就写说真不愧是吉本出身艺人，这是吉本的哎、欸，吉本的都很好笑，我的天哪、啊，他们真的充满了吉本魂，很好笑。蛮有趣的，对不起，我觉得他们就是北原前辈搞笑的时候我也会大笑，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最近就是各种爱之人开的玩笑我都有接到，就是那个球我都接到，我觉得超好笑，我的天哪，ふざけてる，阿六就叫クマくん了啦，クマくん，クマくん，哈哈哈哈哈哈，やだ，ふざけてる、ふざけてる，不行，佐藤真的很好笑，难怪他粉丝这么多，笑死！火力熊，
干嘛跟哪有大阪人好笑？我是就是最近啦，刚刚好，就是觉得爱知人都很有趣。Communication skill。对不起，我最近很常被戳这种奇怪的笑点。我觉得他们的团综真的是非常之好笑，然后充满了一堆基本星业的艺人们，就是各种大前辈们，然后节目就变得超级无敌失控。爱之熊熊爱之，那个啦，活力熊啦，我那时候在拍露比的时候，我也在偷笑。我一直想到福利熊，烦欸，我就是在那边福利熊说福利不对，他是活力熊。やばくない？阿潘就长着大阪人的面孔，是吗？然后我今天也要来看，就是最近好难拿斯基，就是他跟太田小姐贤章两个人又开始玩那个恐怖游戏，然后这次玩的是恐怖版3D 小精灵，然后这个3D 小精灵其实在快要一年前花江夏树他其实自己就玩过了，所以他今天就是想要来闹那个小野贤章。然后话说回来，花江夏树已经是双胞胎的爸了，太厉害了，666666，那个熊看起来没精神，我看起来有精神就好啦。哎，可是露比舞台真的是就是我从国中开始的一个梦想，所以在这个联名是真的超级无敌开心。然后我那天拍摄整天就是有点，我们都说是满足了我们的一个日杂梦，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看很多 AKB 的前辈都会上日杂嘛，然后拍很多那种好像爱点的就时尚单品的那种照片，然后我们自己也都很羡慕那，就是那份工作，然后就没有想到可以借由这次露比舞台，然后圆了我们一个日杂梦，真是圆了我们一个日杂梦。虽然我那天几乎就是去当摄影师的，就是我是那种就是只要有摄影棚，我就会就是会很想帮别人拍照，所以我帮不少人拍了照片，然后我自己手机里面也蛮多照片，就是之后再慢慢发，因为要一下子修完一下子发完有点太可惜，每一张超漂亮，每一张我都想当封面的那种程度。国中开始到底多早？就是国中，真的就是国中，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会去查说日本就是穿衣风格，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小洋装，然后小洋装真的就是问了朋友之后，朋友都是跟我说露比舞茶，所以大概是从国中开始接触这个网购品牌。但因为它就是因为网购嘛，早期大家不是都会不敢碰网购嘛，怕会有什么网络诈骗啊什么东西的，然后加上我其实也没有那种场合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就是没有场合，然后会觉得尴尬吧，因为像我平常穿的好看一点就会被大家呛恶心偶像了，所以就是我不太敢买那么女性化的衣服，所以这次真的就是圆了我的一个梦想，这样，这是圆了我一个日杂梦。毕竟都宅在家，对啊，而且就是我身边的同学都是男生，就穿那个好像也怪怪的，就会不敢穿啦。但是如果就是有女性粉丝，就是愿意跟我们穿上一样的衣服，然后在活动中来找我们的话，我会超级无敌开心，我真的会超级无敌开心。希望之后还有更多好看的衣服，一定会有的，放心，一定会有的。我还有很多照片没有发，超多。你可以穿那个刷干啊，一定很杀气。先不要好不好？我会先被老师骂爆。那我要来看恐怖实况了 ，yes。我上次吓到真的是就是心脏很痛，我上次已经看了第一集，我自己私下看的第一集，这个真的超真实的。然后他的那个小精灵其实是猴子，然后你要一直听他的脚步声，就是他有没有在追你这样。
我一定会被吓到，大家不要担心，我这个东西我还没有一次没有被吓到的。他每次被抓到我都叫超大声。我下次想要挑战在直播上看看鬼片，因为我不敢看鬼片是因为我都一个人，可是如果就是你反正你们在旁边嘛，我就没差。这是什么哈姆达鲁斯基纳诺啊，怖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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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てる来てる来てる、来てる来てる、怎样？我只是需要有人陪我一起看，我没有办法一个人看这种片子。我一定要旁边有人，我一定要旁边有人看。就是其实你看很多次就不会觉得它可怕。jump scare， 可是他的 jump scare 就是你看了一两次之后，就是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不会觉得到太可怕。可是 jump scare 这种东西，就是他突然跳出来，你就会被吓到，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反应，你知道吗？哦，すご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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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けてるね、いけるいける。頑張れ頑張れ頑張れ、賢秀くん頑張れ。然后他有一个还蛮难的、蛮困难的点，蛮困难的点就是，他算是一个旅社，就是他这个游戏的背景是一个旅社，然后你一定要。就是把小精灵地图上面那一大堆食物全部都吃完才算过关，然后你只有三条命的机会，所以他失败，然后他就一直在重玩，他每次都一直在重玩，然后他已经玩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破第一关，这只是第一关而已，就猴子这个只是第一关，然后我已经看超久了，他怎么还没破完的那种感觉。やば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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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てる来てる、哇，小面哥，哇！然后他很常会被夹击，他很常会被前后夹击，然后你就会被吓到。胃口真好，竟然能吃这么多！哇，来了来了！而且我都会叫超大声。然后我被吓到之后又会笑，就是觉得自己很好笑，然后我就开始大笑。如果每一刻都在戒备，有东西跳出来，是不是好一点？会好一点。你在看搞笑片，我比较相信。真的吗？我看起来比较像在看搞笑片吗？其实也是啦。然后，
他们通常玩一玩，然后就会觉得太无聊，然后就会开始配音，因为他们本职也是就是本业是声优嘛。然后有时候会开始唱奇怪歌，像他们刚刚就唱哈姆太郎。然后上一集他就是他原本快破关了，他原本要吃掉将近300个食物，然后就他吃到剩10个的时候，他就开始松懈。可是那十个就分散在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他就开始唱歌，然后他就开始唱那个哈姆太郎，然后他就哆哆空，然后唱唱唱唱唱，然后他就讲说大好きなのは人間の金，然后下一秒就遇到猴子。唱错歌词了，心灵黑暗飞。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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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没有办法玩欸。而且它其实因为它是 3D 的画面，然后还蛮可怕，然后那个猴子也是蛮真实的。我现在已经不是很在意他们聊天内容是什么了，反正我也在聊天，我只是希望他可以赶快破关。现在好像换人玩了，就是小野贤章玩不下去了，然后他交棒给那个一个就是他们常合作的常在合作的一个实况主叫做 Limone 先生。怖い。怖い。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跟小精灵很像的功能，就是像吃到某些特殊的食物，然后那个鬼会暂停移动一段时间，或者是你可以在地图上看见鬼的行踪这样。就是跟小精灵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有的食物是你吃下去之后你会看得到它的行踪，你就不用怕它这样。哇，来了。我还蛮爱那种系列游戏，我觉得看恐怖片我会从椅子上掉下去。サルワタリさん。日本人かい。剩40个了，他剩40个了。好像可以耶。哇！我没有一次不会被吓到，到底是想怎样？我到底哪一次不会被吓到？他剩两条命啊。あと34個だけ。剩34個。你会一直听到那个。开始唱歌了，完蛋了。Fly away。哇，正面歌啦，马正面歌啦。哇，惜しいな。10月28在哪里？10月28什么？10月28？28去哪里？什么东西？10月28有什么事吗？我的行事历是空的，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待て？哪里？哪里？诶，どこ？どこ？我们要去哪里？我的行事历10月28也是空的，可以告诉我什么事吗？完蛋，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10月28有什么事吗？快告诉我。
教えて。どこ？どこ？どこ？哪里呀？加药。哦。万圣节。哎，我写吗？我去看一下。暂停一下，我去看一下。我的心事历史28，没有我没有写，我没有写。是萨库拉吗？我不知道，他有写吗？是萨库拉吗？人家海报都弄出来了，搞不好是我漏写，我很容易漏写。哎。10月28，我再看一次。10月28，诶，9月じゃないっすか？でしょ。10月じゃなくて、9月でしょ。9月でしょ。え、9月？え、原来、お、还是是我写错了。还是是我写错，是十月。等我一下，我自己都不记得了啦！等一下，事情太多了，所以是我写错了吗？是我写错了吗？有个很像我，我的双胞胎啦，我的双胞胎。哎，还是我写错，我原本以为我下礼拜一要去嘉义是吗？我没有，我下礼拜要去嘉义是吗？没关系啊，我通常礼拜日才发现礼拜一写错这种事情，没关系啦，反正我前一天都是会再检查一次的，好不好？等下你们海报到底去哪里看的？所以是我写错，太好笑了吧？搞笑啊！结果是你们告诉我我10月28有事情，然后我一直以为我是9月28有事情，我也太笨了吧！Oh my god！ 你们在哪里看到的？你下礼拜并没有，是十月哦。Oh my god！ 对不起，没关系，小事。在礼拜一之前发现都还是小事。继续看。所以只有我记错时间，太好笑了吧！我自己记错时间到底想怎样？我到底为什么要在自己肚子痛的时候看这种游戏啦？事故也成日常，没关系，每日已经习惯提醒偶像来替我工作，特别是仓鼠，なるほど。不愧是阿潘，差点 solo， 笑死！不用担心，反正到公司就会有人跟我说：“阿潘，你今天没工作哦。”啊，なるほど，这样。哇，小妹嘎啦，乖呢。やば、ずっと来てる。やだ。来てる来てる。まだ来てる。やだな。怖いな、この猿たち。うわぁ！はじめから来てる。やばくな？やばくな？不会啦，我通常隔天写错，我前一天就会知道，好不好？没告诉你，该不会还傻傻的去公司问姐姐？才不会嘞，哪那么笨？太常出现在公司，不是为了练习，只是记错时间，才不是。哇，小欧美嘎啦！哈哈哈！好笑，他刚刚正面看到那个有一只猴子追过来，结果。
他旁边的人的反应是抓住那个在操控的人的肩膀，气死。最后都是一样贵。阿潘这两场笑唱好玩吗？笑唱超好玩。哦，Q 你，谢谢令我送的瘦小火箭，为什么突然哦？难得 Q 你，我在看恐怖实况的时候送吗？难得，难得。李古亚桑，こんばんは。花夏月さんの YouTube チャンネルを見ているです。我在看花江夏树的 YouTube 频道，他最近很常玩恐怖游戏。哦，有吧有吧，别别别别别别别，六。マジで黙れ，被骂了。マジで黙れって。他们一直谁谁凉被骂了，说可以闭嘴一下吗？我快笑死。My guy star。他们真的有办法把第一关玩完吗？哇！哇！Hello， 鱼萍，你好。发生什么事？我在看恐怖实况，有压力的时候会变得动画类型。对，我也是。逃げるよ健ちゃんのは人間の金。逃げてよ、走れよ、ケンちゃん。ケンちゃん頑張れ、ケンちゃん。い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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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な、いいな、いいな、いいな、ナイスプレイ、ナイスプレイ。他刚被两只夹击的时候，然后他很适时的吃掉了那个让敌人停住的，剩14个。走れよ、走れよ、ケンちゃん。頑張れ、きっとできるケンちゃん。ケンちゃん、頑張れ。他剩九个了，他终于剩九个了。Oh my god， 玩个 Uno 都可以把他当游戏王卡牌来玩了，真的是可以耶。
いいよいいよいいよ、ケンちゃん。いけ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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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ナイスナイスナイスプレイ。连我自己都很紧张是怎样，为什么连我自己都很紧张，谢谢雷克亚桑送的乐福，阿里嘎多。啊，吓死我了。いやーステージ2だね。やば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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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て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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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ーおー、ランク B だ。为啥用听的就觉得很紧张？这游戏真的超紧张，我现在手上都是鸡皮疙瘩，真的是超可怕，我超怕这种 jump scare。决定下次直播就来看恐怖片，笑死，把自己吓死。我觉得我恐怖片我敢看，可是鬼片我不敢看，就是我不敢看不科学的东西。应该说恐怖片就是你知道。就像通常恐怖片可能会有什么大白鲨啊什么的，可是你知道就是动物不可能会变成那个样子啊，或者是你知道某些事情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可是像那种不科学的啊，什么幽灵啊鬼啊之类的那种我就会不敢看，因为那种就是有可能会发生，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第二关也好可怕哦！不要，他还要玩第二关哦，应该下一集才有了。那算惊悚吧，就是如果要我看那种，像小丑啊那种，我觉得小丑好像就不是鬼吧，反正就是小丑，我就好像还可以接受，可能可以接受，对，不用科学解释我就无法接受这样。哎呀，第二关也太可怕了吧！怖い。うわー、我以为到下一集才会玩第二关，为什么要这样吓我？我以为到结束，我以为到结束，那为什么不下一集再玩？为什么要这样吓我？なんで？花ちゃん、なんで？这关的鬼超可怕，这关的鬼是一个小女孩，你手上拿镰刀 ，Oh my god， 超可怕的哎！めちゃくちゃ怖いよこれ。Cheese or bacon? Wow!
やだなこのゲーム、やだな、やだなこのゲーム、这个鬼比，我觉得这个鬼比猴子可怕一点，就是他是人，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是他冲过来就是打，他没有眼睛，然后没有牙，我就，やだなこのゲーム，やだなこのゲーム。なんでこんなに怖いゲームを遊ぶの、なんで私このイディオを。好，第二集就到这里了。对，第二集今天才上传的，9月25日。对，然后点阅率已经到10万了。Oh my god， 超可怕！这个游戏叫什么？我看一下。Dark Deception。Dark Deception， 大家就是有兴趣喜欢玩这种恐怖游戏也可以去玩一下，我觉得这个的惊吓度真的是有点高。然后他自己其实有玩过了，但我想要看他跟 Ken 讲的互动，所以我就没有把他自己一个人玩的那个系列看完，就是我不想剧透，你知道吗？不想被剧透。しんさん、お久しぶり。久しぶりです。あ、っていうか、つうかアイドル。カーニバルって何？我觉得他们互动比较好笑，对他们互动蛮好笑，就是让你不会觉得这游戏有那么可怕。但因为他是 jump scare， 所以他被吓到，就是那两个人也会被吓到，然后你也会跟着被吓到。哎，都是カーニバルって何？在这次，请和我们一起发现光芒的痕迹。で、何？アイドルカーニバルって何ですか？他们三人玩 Uno 那个，我真的觉得很好玩。我也觉得那个 Dark Game Dark Battle 啦。闇のバトルだ、闇のウノだ。不知道哎，那个 Team SH 之前不是公布了要举办第一届的偶像嘉年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我没有特别去查。なんだろうね。有想看一下玩敲企鹅桌游，那个超好笑，超过分，就是把人家脸披在后面，搞得好像在玩游戏王卡牌，超好笑，那个超好笑。听说是总选啊，马德多。今すぐに会いたくなった、誰がいるっていいね、幸せなこと見つけた時は分けてあげたい、47の素敵なあの街へ歌を歌いながら会いに行こうよ、大好きな歌
竟然是这段吗？爱你过我大好きな車に乗ってワクワクする分近くなる。今天今年はでイベントないの？まだイベントないですけど、これからどうするのかまだわかんないから、不知道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有，希望会有，希望会有活动。恐怖时空看完了吗？呼呼呼，今年搞不好没有扑，まだわかんないですけど。あるならいい。希望有路。有什么歌可以听？他突然跑出很多那个那个单独コンサートの。あ、ありがとう、旅太郎さん。旅太郎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プレゼン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なんも出せ。なんも出せばいいのかな。これいいじゃん。久しぶりの。このカード曲がったら君がいるとなぜかわかった。雑誌の向こうから道がつく予感がしたよ。本当の恋だから不思議なことがある。偶然が続くのは運命の頻度だろう。過ぎ過ぎて過ぎ過ぎて過ぎ過ぎて、もう僕は君がいい。おー、残像了。なん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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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的リフレ。なんでなんでなんで歌詞が過ぎ過ぎて過ぎ過ぎて過ぎ過ぎて、君以外見えてない。どんなに願っても叶わないこと分かってる。君だけが君だけが君だけが気づかない僕だけの花でいい。息をするその度まだ好きになる。終わらないリフレ、好きになる希望的リフレ。竟然就是有吉田阿格丽桑，他不是在他的 YouTube channel， 就是这两天 po 了一个，就是那个夏メドレー，夏メドレー，就是收录了一些那个 NMB 的一些夏天的单曲，然后他把它做成组曲，然后做踊ってみた。
然后里面也有就是目前就是 NMB 的 Captain， 就是 Kojima Kari 影像。下次想要来学那一支影片里面的舞蹈，有哪一集？季節を誰をはエメラルド心。我不会唱，不知道歌词。色を映してる誰をはエメラルド背の中に大人になった少女よ。昨日までとどこが違うね。僕は君に恋をしてしまった。我真是不记得歌词，我是用印象唱的。天哪！真的是我的印象啊。找一下，还来得及吗？剩最后一段而已。仔细待的，把了我的梅拉鲁多，西欧卡塞诺那卡的，我都拿你拿的手左右，世界。中で一番綺麗だ。僕は君に恋をしてしまった。あれは好き、私も好きですよ。え、後面じゃん、是メロンジュース。え、メロンジュース、多分いけそう、いけそう、いけそう。可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更。メロンジュース。他自己播的，我就听了哦。我会唱吗？年月のあたりで前の車両をずっとチラ見してた。怎么唱？あなたに向きで日に焼けて太陽を近づいた。だからメロンジュース、ちょっと大人ジュース、恋は汗をかくもの。夏はメロンジュース、それは夢のジュース、思いすべて絞って、あなたにあげたいメロンジュース。
我竟然还记得怎么唱耶，呜！我竟然还记得耶，很厉害耶。还有什么歌啊？我想想，好，我知道了。我不一定会唱日文版。我不一定会唱日文吧，我应该不记得怎么唱。我会唱中文版啦。他突然就开始唱了，可以等我一下吗？我不知道我会唱日文版。流れる白い雲たちのどれが私なんて見かないと思う。昨日の君が手遅れていても、そのうち風の向きも変わり始める。自分には何か何なりのだろう。なんで時もあたったけど、我不会唱日文版。じゃんけんみたいじゃ、じゃんけんみたいじゃ、我不会唱。とは君の番だ、くじけはいけない、泣いてちゃいけない。長い冬の旅は君の春がすぐそこに来てる。我不会唱日文版。我刚原本想看那个罗马字，可是我找到这个罗马字就是一堆乱码，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只能看日文，然后日文就是会有很多音节的问题嘛。那个只记了两天的歌词，对对，是，对中文版的。那Just Darling的幸运哦，不行，不能不能，诶，不可以唱给你们听，呜呼。你们不能听，妈的，打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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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i Kimi， 打妹打妹，没事，我最近就是各种 JO 万跟，这一直在 JO 万呢，我真的是很糟糕。Kimi Kimi， 打妹打妹 ，Sushi Sushi， 食べ食べ，右の壁。いつでも君がいる。水着の恋人は優しく微笑む。言葉がなくだって元気をくれるんだ。心の太陽を独占中。愛となんて好きになると思わなかった。僕の気持ちは予想外。 Love you 遠距離ボスだ。近くにいるのに君は切ないほど手が届かない。遠距離恋愛しているみたいに、なかなか会えないけど誰よりそばにいる。失敗してちょっぴりへこんでも、ぼんやり眺めると目と目が合うんだ。どこかで君も今頑張っているのだろう。僕だけ弱音なんて言えなくなる。違う世界生きてるけど、夢に向かう
同じ道を走ってる。Miss you 遠距離ポスター、プラトニックデイ、君を思うたび胸が苦しいよ。遠距離恋愛続かないさて、みんなに言われるけど僕なら大丈夫。遠距離ポスター、近くにいるのに君は切ないほど手が届かない。遠距離恋愛しているみたいになかなか会えないけど種よりそばにいる。やい。パパの歌声好きや、ありがとう。什么好久没听到这首？我站在 Daisy， 每次都在唱这首。你们怎么会觉得我很久没有唱这首？我觉得我好常在唱。你看，连日文都这么熟，就知道我到底掉多少字。我已经忘记怎么跳了。君が幸せだったらこの時間が続くように、ずっとずっとずっと祈っているよ。風に吹かれても僕がその花を守る。愛とは返事を求めない声さ、一方的に送るもの。笑って歌え踊れ自由に、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僕はいつもここにいるよ。人混みに紛れて気づかなくてもいい。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君と会えたそのことだけで温かい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になる。很久没听到了，一个月以上，哎，好像也是吼，我已经越来越没有那种时间的体感了。就是大家常常在讲说什么，哎都。就是大家常在跟我讲说什么，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忙的啊？或者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支舞？我已经就是越来越没有时间体感，就是有些事情我以为很久，像发片，我自己的体感已经很久了，但其实才一个礼拜而已，你知道吗？才一个多礼拜而已，就是其实发片才是没多久的事情，然后我一直觉得，哎，好像已经发很久了，因为我们就是也有练习啊，然后又有公演啊什么的，完全没有时间体感。到哪里了？思うたび会えたその偶然、人生で意外の奇跡を信じてる。君のことを思うたび僕は神に感謝してるよ。振り向いてくれるのは永遠の先。完了，好像有教过这个间奏，可是我不会跳了，我不会跳了，我只学了一个小时，所以我不会跳了。真的看陀螺，搞不好不会停，最好是啦。君のことが
好きだから僕はいつもここにいるよ。人混みに紛れて気づかなくてもいい。君のことが好きだから君と会えたそのことだけで温かい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になる。永遠の我看放下好不好，你遗忘之前也感觉快忘光，对，我快忘光，我真什么都不记得。可是如果叫我跳，我应该还记得，我应该还会甩麦。对，我还会甩麦，我还有体感，我很多东西都是靠体感。就像那个什么 Sayonara Crawl， 我们大概两年多前有学过。就是 Sayonara Crawl， 然后我到现在还会跳，我觉得很夸张。就是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向前走，到现在还会跳。反正很多歌我就是莫名其妙都还会记得，就是那个体感。就像那个之前我们不是有跳那个 AKB48 Team TP 这首歌，其实那个在就是我们在前一家公司的时候，其实就有训练过这首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就是一个团体。就是通常一个团体最早都会唱到这首歌嘛，所以我们也是当初有训练过这首歌曲，然后后来就是也度过了那么久，然后没有想到会突然跳到这首歌，然后也是突然音乐一下，我就好像有印象，我好像会跳，就我好像会跳，然后就会跳了，对。所以那首 AKB48 Team TP 我们也才练。就是为了那个迷你空，我们才练两次而已，就练两次而已，超快速。好，那我要来念排名了。今天第十五名是 Akira 桑，谢谢 Akira 桑。第十四名是 Tomo， 谢谢 Tomo。第十三名是 Iris， 谢谢 Iris。第十二名是北原，谢谢北原。第十一名是咻咻，谢谢咻咻。然后再来第十名是蘑菇，谢谢蘑菇。第九名是朱莉恩，谢谢朱莉恩。第八名是飞镖，谢谢飞镖。第七名是快乐爱，谢谢快乐爱。等等，你画这什么东西？我现在才看到你画这什么东西。然后再来第六名是 R 六，谢谢 R 六。第五名是 Lay， 谢谢 Lay。第四名是 Tabitaro，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第三名是 Martin， 谢谢 Martin。第二名是依依，谢谢依依。然后第一名是 Lingo。なんで？なにこれ？ Tiger 吗？是夜 Tiger 的意思吗？笑死！小指单奏一，乱唱。小指单。早被我们给攻下。好耶、yeah, 今天就先开到这里耶、yeah, ありがとうみんな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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